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，这个立场是一贯的、明确的。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相关的规定，妥善地处理台湾问题。民进党当局玩弄任何的花招进行以美谋独，都注定失败。